看一下啊，笑得甜甜的小姑娘。哟，她的卡门从资格赛比到现在，每次给我印象都特别深。540、900的间接连接。嗯，跟音乐的节拍卡的也很合适。嗯，我特别喜欢他亮相的时候。1008，E组的难度。你看他跳舞吧。嗯，超可爱。720，动作很规范，你看他脚一直都是绷得直直的。嗯，很赏心悦目的。去两周，非常好的一套节操。他的，你看他的脸吧，他就算不是刻意的去笑，他嘴角也微微上扬，所以他给人。就通常我们说买东西的话，卖相特别好。嗯，他有的运动员是我要刻意的笑，你才能看得出来。对对，这就是、如果不笑就会很严肃。他就是属于这种就讨巧哈，讨喜，他这个长相。对。孙思琪，排第一的13.950分，他难度不算很。